人讲头家是要安怎做？头家咧唱啥物？今麦就是电视咧广告，迄只拖塔陈升这条歌唱咧，就知影商业开始出来啦。啥物？就是趁钱车啦。如果各位朋友若无去遐，若经过阮遮，再入来放茶，感谢大家。大家看到这台吼，即马市面中有两大品牌在拼，一个就是叫做中华的 A190， 一只就是拖台的 TANS， 这两台车拢真强，啊嘛人做好开的。我跟你讲，各拥有其主。即马这两台车拢欠车，这叫做中华 A190 自牌哦，搁有所谓的前后路的行车记录器哦 ，A190 全新的中奖车，你即马来买车免等。2022年4月的，你现在不用等车啊，稍微借一下，偌济钱？53万外，偌济钱？哦，好，不用讲出来，安德烈看到就好啊。几台车，原厂报告之中，迷迷，这不是今日新车呢，这根本就是新车。甲看这里 ，A90 自牌，讲真嘞，即摆使自牌，我这上面够要辛苦啊。哦，我使手牌真艰苦，爱使自牌才方便，来看卖嘞，来。原厂保固中，这个刀你看卖，玻璃纤维刀啊，内装个内容，头家也看过来啊，自白哦，啊，这卖货车是啊真理想，自白够定速，有定速哦，这里定速就在这里哦，伊嘛有循迹防滑系统哦，这卖使自白真流行哦，互你趁钱够轻松，免遐辛苦啊，这卖两大牌，我再强调，三菱中华 A190 甲。拖塔的汤 S 拢欠车，各位，这只免欠，这只你随来就有啊。2022年4月出厂，今日甲大家介绍这只中华 A190 的领牌新车，找车购车，请找 S 院永通汽车。各位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拜托给按赞、点阅、开启小铃铛。实在就是 SUM。